金刚般若研习报告第42卷，新加坡佛教居士林荡明，九年二月三年四月二，请先开经本第99页。十一，由实性故而能离虚显实，一念相应，其功德已成就第一稀有之菩萨，有成佛之可能。就本经的教义，因为实性前面说过，性心清净则生实相，生实相就是宗门所说的明心见性，心性现前，而能离虚显实，这一切虚妄的境界都舍离了。显实这个实，就是大乘经上讲的一真法界，实是一真法界，虚当然就是实法界，不仅是六道离了，四圣法界也离了，这是契入一真，所以它一念相应，相应就是与真如本性相应，这当然是第一稀有之菩萨。第一稀有之菩萨就是法身大士，前面讲他离十法界入一真法界，十法界里面有佛，那佛也离了，不错，佛也离了，佛怎么可以离？诸位要晓得，十法界里面的佛不是真佛，是相似即佛。天台家讲六级名字级，像我们现在就在名字位中，有名无实。再高一个层次叫观行即佛，观行是真正在修，是真修，观行位虽然没有正果，它是真修。稍稍有了一些功夫，也能够证的果位，证的菩萨的果位，佛的果位，相似的菩萨，相似的佛，像天台家所说的，藏教的佛，通教的佛都没见性，叫相似位。别教的佛见性了，别叫佛住一真法界，原叫佛在一真法界，所以他离虚，离藏教佛，通教佛。这两个是虚不是实。第一稀有之菩萨就是原教出住以上，别教出的以上就叫第一稀有菩萨，因为他们破一品无名，证一分法身，有成佛之可能。这是华严上讲的41位法身大士，是指他们。从净宗来说，这一念相应是要与阿弥陀佛的本愿相应，是要与净宗的三资粮相应。三资粮就是信、愿、行。信、愿、行一即是三，三即是一，那就相应。信了没有愿没行，不相应。我有愿，我也不肯念佛，也不相应。念佛人不想往生，这也不相应。必须是一念之中，信愿行统统具足就相应，这样的人决定往生，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就是第一稀有之菩萨，比前面讲的第一稀有还要来的稀有。为什么？前面第一稀有的标准是破一品无名，证一分法身，只是原教出住，别教出的位次而已。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人，我们从《无量寿经》48愿以及经文里面都可以看到，即使下品往生的人，生到极乐世界，蒙阿弥陀佛本愿威神的加持，立刻就把你的地位提升到阿惟越智菩萨。阿惟越智是7的以上，一般的菩萨怎么能比？这个真叫顿超，一下就超越，超到7的以上，所以更是稀有。不但说有成佛之可能，很快就成佛了。所以这个法门叫当生成就的佛法，就在我们这一生当中圆满成佛。有一些同修听到这个话，很感慨地说，往生恐怕很难。我们在净土经论里面读了很多，知道这个事实真相，往生的确不难，是出世间法里头最容易的事情，无过于往生极乐世界。
没有比这个再容易了，一点都不难。怎么说不难？只要你真信，你相信西方极乐世界真有，相信真有阿弥陀佛，相信我一心持名，佛就来接引。只要你能够具备这个条件，就成功了。什么时候往生？想什么时候去，就什么时候去，多自在。不一定要等寿命终了，随时都可以去。去的方法，一定要依照佛在经典上讲的这些道理方法认真去做。古德常常勉励人一句话很重要，老实念。老实念的人，没有一个不成就。凡是不成就的人，你仔细去研究他的原因，没有别的，就是不老实。什么叫不老实？念佛里头夹杂就不老实，念佛间断也不老实，念佛不能夹杂，不能间断。大势至菩萨教给我们，净念相继，这样的人决定往生，而且往生的非常自在，人人可以做得到。十二，信未入道之门。学佛必当守具信心。此经全部是以深信、开解、进修、成证明其意趣。故无人闻得此经，对经中所说之如何深信、如何开解、如何进修、如何成忍，首当一一信入之。然后方为实信，乃能开解修正也。信未入道之门，学佛必当守具信心。此经全部是以深信、开解、进修、成证明其意趣。江卫农居士一生研究金刚般若，他对于全经章法脉络的看法是遵守《金刚经》心眼书。在古大德科判本经，心眼书确实有他独到之处。古德当中还没有看过其他人是这个判法的，他说心眼确实有这么一个意思。他将本经的正宗分成四大段，这四大段是信、解、行、证与清凉大师判华严一个模式，一样的模式。我们这个本子后面有科判，有表解，诸位一看就很清楚，信、解、行、证四大段就是此的讲深信、开解、进修、成证。信摆在第一位，所以信未入道之门。我们学佛功夫不得力，念佛不但没得一心，功夫成片都没得到，参禅不能得定，不能开悟，言教不能大开圆解，毛病在哪里？就在不信。不要以为没有，我信佛了，我都皈依了，我都出家受了戒，那是形式，不见得是真的。我记得我过去出家受戒，受了戒之后，当然第一桩事情要去看老师，到台中去见李老师。李老师跟我一见面，第一句话就告诉我，你要信佛。我那个时候学佛已经七年，好像讲经也讲了好几年，出了家受了戒，见面第一句话，你要信佛，我都愣住了。然后李老师跟我解释，我才恍然大悟。信不是嘴里说信，信了就要做到，没做到就没信。他那个信的标准是在这个地方。譬如《金刚经》上教给我们，空有两边不住，应魔所住，而行不施，我们是不是空有两边都离开？如果还是有分别有执着，这《金刚经》确实没信。没信说实在话，你也没懂，你不要说以为《金刚经》，我研究不少年了，看了许多的大德的注子，我很懂，我也能讲，讲得天花乱坠，说实在话，你还是不解，
真正解了没有不肯干的。过去孙中山先生提倡知难行易的学说用在学佛非常恰当，佛法的确知难行易。行，以我们净土宗来说，临命终时一念十念都能往生，多容易。你要把净宗这个道理理论搞清楚，这经上说了等觉菩萨都办不到，这是如来果地上的境界。大菩萨们如果不得诸佛如来威神加持，他没有办法理解的。往生不退就成佛了，可见得修行成佛不难。释迦牟尼佛用49年的时间为我们讲经说法，苦口婆心的在教导。干什么？解难，不解他不肯行。49年的时间都在讲解，可见得是知难行不难。我们行不到，就是知的不够透彻，依旧迷恋六道的五欲六尘。你对这个东西还是迷恋，你没有肯放下。虽然听说了，佛在经上讲，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，听得很熟，也会说，也会讲给别人听，就是做不到。样样事情还当真，样样事情还执着，哪一桩事情你放下了？这个原因就是你虽然知，你知的不够透彻，不够透彻的那个知不管用。这是劳累世尊说法49年。他说了49年，我们用49年能不能真的醒悟过来，真的明白过来？很难说。知的不够透彻，如何能信？有能信的，这个能信，佛在经上说，不是没有原因的。过去生中生生世世，无量劫所累积的善根，他这个善根要成熟了。对于佛的话他相信，他不怀疑。所以许许多多不认识字的人，对于佛法一窍不通之人，教他念佛，他就死心塌地的去念，念没多久，他能坐着往生，站着往生，欲知时至，也不生病。这个事实我们现在明白了，佛在代经上讲清楚了。累世善根福德的成熟，所以他不需要解，他能信，信了他就真干。心里面除了阿弥陀佛之外，别无二念，他就成功了。念佛人心里面还有妄想杂念，这个心不成，这是妄心。那个念佛就很难在这一生当中往生。这样念佛只是跟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结一个善缘而已。哪一生哪一劫再遇到了，你真的能放下万缘，没有杂念了，一心专念，你那一生就成就，那一生才能往生。所以这个信字关键就大了，我们这一生当中能不能成就，全在这一个字。我们在一生当中，尤其现在修学的环境不好，善知识难遇，好的同参道友也难遇，恶缘特别多，解就难了，太难，太难了。唯一的方法，要把我们宿世的善根引发出来，这个引发是，我专信，我不怀疑，那就有成就的可能。这是从宿世善根里面建立清净信心。佛讲的话决定是真实的，绝非妄语。信心到清净的时候，自然就开智慧了，那个经字自然然读了都会懂。为什么懂？你心清净，清净心感应到交，不可思议。我们今天说老实话，再好的老师，诸佛如来到我们面前亲自指点我们，我们也没有办法开悟。原因在哪里？心不清净，妄想太多，分别太多，
执着太多，佛来指点你，帮助你也没用处。这些都是事实真相，我们必须要明了。然后进修成正，明其意趣，《金刚经》的义理去向，不外这四分。故无人闻得此经，对经中所说之如何深信，如何开解，如何进修，如何成忍，这个成忍就是正。忍简单的讲是无生法忍，如何成就无生法忍，首当一一信入之，然后方为实信，乃能开解修正也。这一段依旧是强调信心，如果没有信心，本经解行正三分皆不得其门而入，那就非常可惜。古德常常教给我们，什么人是世间最有福报的人？信佛之人是世间最有福报之人。信佛，这个人必定能依照佛的教诲去修行，一定能够断恶修善，一定能够修行正果，这是功德。这就是古人所讲，带得去的，这是真实的福德。十三，当知一即一切，一切即一。一是任一，非是专一。华严名此意。故曰性解行正言之，若以性为主，则一切皆归性；若以解为主，则一切皆归解。与可类推，主办之主也是任一而非独一。当知一即一切，一切即一，这一句经文是《华严经》上说的。括弧里头是各小注，一是任一，非是专一，这就解释一即一切，一切即一，一是任一，不是专一。如果专一就错了，佛法是平等法，如果专一的话就不平等，所以任一。华严名此意。故曰性解行正言之，若以性为主，则一切皆归性；若以解为主，则一切皆归解。与可类推，主办之主也是任一而非独一。这一段意思很深，必须要加以说明。依佛经而论，如果我们专攻金刚经，金刚经在一切经当中第一，一切经都是金刚经的注解。如果我们学无量寿经，无量寿经在一切经当中第一，金刚经也是无量寿经的注解。所以这个一是任一，不是专一，不是独一。哪一个法门独大，没有这个意思。佛法告诉我们，法门无量无边，殊途同归，法门平等，无有高下，所以说一是任一。因为一你才能专，专就能成就，这个意思就是告诉我们，法门虽然多，你要专一，你才有成就，你同时学几个法门，那你决定不能成就。大乘经读得多一点的，也许诸位知道，我举出一个例子，龙树菩萨，这很了不起，在我们中国大乘八宗共祖。他在没有遇到大龙菩萨之前，通达释出世间一切典籍，他都读尽了，通达了。是不是真通？没有。他只是通文字，通表面。佛法里面讲通，是通自性，他没有见性，所以还共高我慢，还自以为了不起，这就是过失。读再多的东西，你只通表面，通文字，不能通自性。如果你是一门深入，通自性，如果通自性，明心见性了，的确是出世间一切法门，没有一样不通达。所以龙树，我们讲未遇大龙菩萨以前那个境界，要跟我们中国六祖比一比，差远了。
六祖比他高得太多。六祖也不认识字，也没有念过书，一部经也没念，你念什么经他都懂。法达禅师念了十年《法华经》，不懂意思，向六祖请教，六祖说，你念给我听。《法华经》二十八品，念到第二品方便品，六祖听了，好了，不要再念了。后面都知道了，不要再念了，就讲《法华经》的意思给他听，他一听就开悟了，就明心见性，哪里有龙树菩萨那么傲慢。世间人念书说真话，我在国内外都听到的，有很多父母没有受到好教育，但是全心全力培养儿女，儿女读书读得不错，大学毕业了，拿到硕士学位、博士学位，转过头来瞧不起自己父母，父母寒心了，许多场合不愿意带父母去，觉得父母程度太低，不好意思见人，这是大不孝。这就是什么？书念多了，那个眼睛慢慢念到头顶上去，连父母都瞧不起了。不念书还好，还老实，还很谦虚，对人还很恭敬，越念越傲慢。傲慢是烦恼，读得越多是烦恼越长，这不是佛法。佛法真正通达的时候，那个人和睦谦虚。你们在经上看，哪一尊佛有傲慢，哪一尊菩萨有傲慢？没有。凡是共高我慢的，不通。念得再多也不通，这个不通诸位要忌讳，不通自信，没有见性。所以他念那么多书，他的结果是什么？的是清凉大师讲得好，增长邪见，真的果然没错。他要不增长邪见，他怎么会共高我慢，增长邪见？这才知道古大德为什么叫戒学人一门深入，一门深入不会犯这个毛病。在《华严经》上，善财童子给我们做了一个好榜样，我们明白这个道理，心就定了。一即一切，任何一部经都是一切经，你只要通达了，一切经都通达。六祖慧能大师就是听《金刚经》开悟的，《金刚经》是一部经，实际上五祖忍和尚跟他讲《金刚经》，只讲了四分之一没讲完，讲到应魔所住而生其心，他就彻底明了了，大彻大悟，后头不必讲了。这一部经明了，一切经都明了了，不但佛法明了，世间法也明了了。为什么？是出世间法都从自信里头流露出来的，你把源头找到了，哪有不知道的道理？根本找到了。好像一棵大树，树叶不知道树枝，树枝知道树叶，一根树枝上有许多树叶，小枝不知道大枝，大枝知道小枝，一个大枝里面有许多小枝，如果找到根本，那就全部都知道了。自信是根本。是出世间一切法都是从这个根本出生的，所以会学的学什么？找这个根本，根本就是自信，就是真心。净宗讲的一心清净心，那就是根本。根本怎么修？要专一就修得了。所以专精两个字，佛菩萨劝我们，祖师大德劝我们，我们就是不肯干，一定要搞砸了，这个过失在我们自己，不在善知识。所以晓得一事任一。后面讲的主办《华严经》上讲，主办圆融，如果是以释迦牟尼佛为主，释迦牟尼佛第一，所有一切诸佛都在释迦牟尼佛底下，一佛出世千佛拥护。像我们这个讲堂，
这个位子是主席，释迦牟尼佛坐在此的，阿弥陀佛、毗卢遮那佛都坐旁边，都两边坐，阿弥陀佛为主，那释迦牟尼佛也坐在旁边。所以这个主不是很多个，也不是专一，不是独一，是任一。不但佛为主，有不少法门里面以菩萨为主，像密宗里面所讲的本尊，本尊就是主。以观音菩萨为主，诸佛如来都要摆在观音菩萨旁边，这才显示出佛法真平等，这不是假的，真平等。主不是哪一个人当的，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当一个主，其他统统是伴。此地是跟我们讲，信解行证，以信为主，解行证都归信。没解之前，是勉强的信。我们没有理解之前，我们对老师的信，是尊重老师的人格，敬仰他，敬重他，我们信他的话，没解。解了以后叫正信，有理论依据，换句话说，没解之前，我们一般讲人格担保。佛菩萨是好人，绝对不是坏人，决定是善人不是恶人，他的话我们怎能不信？这个信叫强信，实在讲是个勉强的信，可是并不是没有条件，是有条件的。老师的人格值得我们尊敬，他的品德，他的学问值得我们尊敬，我们凭这个信他。道理通达了叫正信，我们佛教里头常讲正信佛教徒，正信佛教徒是明理的。你信佛不是对某一个人尊敬的，不是对佛菩萨，是真正通达道理，那个信心从这里建立的，从解上建立的。如果从行上建立的，行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把这个理证明了，那就真信，比正信还要深一层。正信是只有理论还没有通过试验，这是经过试验证明这个道理确实没错，所以这个信是真信。如果到正的阶段，那是圆满的究竟性，用一个信就全部都归到信。如果用解信行证都归入解，没解之前我相信，譬如金刚经，我对金刚经相信，它什么意思我还不懂，因为我信，所以我发心去学它，这个信就归解。解了之后，我照这个去做，从做的当中把解证明证实了，这是行性，到最后圆满，我证了这个行解，到最后是正解。说这三桩事情就够了，其他不必说了，以此类推。事出世间万事万物，一即一切，一切即一，无论是学佛，无论是在世间求学也好，办事也好，生活也好，你要能够掌握到一，你没有不成功的，你没有不快乐的，你没有不幸福的。你要是搞多了，搞砸了，纵然你有一点成就，你会生活得很辛苦，生活得很劳累。世法尚且如此，佛法也不例外。我常常勉励一些年轻人，三十年前我教学生就常常勉励，但是没有一个肯相信，没有一个肯听。我才想到李老师讲，师资之道难，一个学生要找一个好老师不容易，一个老师要找一个学生也不容易，到哪里去找一个百分之百听话的学生，找不到了。现在人就是听假不听真，真就是一，假就是多。你要多学，样样都要看，样样都要听，都要懂。我从来不这样告诉人。为什么？现在骗他，他欢喜，到将来他堕落了，
以后再碰到恨死你，你那个时候为什么不告诉我？你为什么指出我这一条路来？他现在不懂，到那个时候他知道了。所以我清楚，到他后悔的那一天他碰到我，我很后悔没有听你的话，这个好。不至至于他来责怪我。我是跟你讲了，你不听，那有什么法子？那就没有法子了。专精一门深入，无论是解门，无论是行门，最可贵的就是一。宗门有一句话说，识得一，万事毕。你真正认识一，什么事都没有了。这一句话说得很好。以后我们再看华严，或者再看到其他的典籍里面引用华严经这一句话，一即一切，一切即一，意思我们明白了。十四，闻法当生会其用意之所在。若执着名言，死在句下，为学佛之大忌，亦非圆融无碍之佛法矣。信、解、行、正四事，无一不关紧要，而信解尤为最要也。闻法当生会其用意之所在。若执着名言，死在句下，为学佛之大忌，亦非圆融无碍之佛法矣。这几段实在讲对我们初学是最宝贵的开导，我们必须要遵守的原则。听经、看经、闻法包含这两种，我们看经，我们听讲，一定要深深体会用意之所在，那你就会听了。古人所谓耳听、心听、神听不一样，这是形容领会的深度不相同。耳听是最浅的，心听就深了，神听就更深，要能体会。不会听的人，就是下面所讲的执着名言，死在句下，这是学佛最大的忌讳。这样听经，佛法的意趣他决定体会不到。我记得过去好像在这个地方也曾经讲过，我年轻的时候跟李老师学教，李老师的方式是讲小座，我们今天晚上听他讲经，明天晚上我们就复讲，把他今天晚上讲的东西要重复讲出来。因此在听经的时候，那当然我们会记笔记。那个时候的讲堂也像这样的，我坐在第一排第一个位置，老师看得很清楚。他老人家下座，在休息室休息的时候，就把我找过去，我去见他，他就问我，你听经的时候是不是在写笔记？我说是的。他说，你写这个干什么？我说，帮助记忆，免得忘掉，要帮助复讲。他摇摇头，他说，你这个记的东西没有用处，你费这么多时间去写，写的那么多，到明年你的境界提升了，完全用不上。我想想是蛮有道理的，所以他教我不要记笔记，全部精神贯注听他讲。他告诉我，他说会听的人听教理，就是词的讲的，身会其用意之所在。这一句话说的笼统，李老师分层次，会听的听教理，听理论，理通了之后，所有佛法都通了。我们想到六祖慧能大师听《金刚经》，他听的是教理，所以他全部贯通了，那不是普通人。李老师讲，那当然你做不到，我确实做不到。做不到应当求其次，这其次是什么？教义，你要能听这个。听到教义，虽然不能全部贯通，能通一小部分。譬如在中国佛教十个宗派，每一个宗有它的教义，你能够通达教义，
就能通达一宗，通达教理，是通达全部的佛法。他说，万万不能记笔记，我讲一句，你记一句，那都变成死东西。你将来上台讲经，一定要拿笔记，离开笔记，笔记还漏掉一句，这一句没听清楚，那怎么行？不可以的。不能在讲台上，我这一句漏掉了，不会讲了，这个不可以的。所以他教我们学东西学活的，不要学死的。这个当然是有困难的，也不是一个容易的事情。我遵守他老人家的教诲，我在台中十年，我的笔记本只有两本，每一本里头大概写一半都不到。我十年用了两个薄薄的笔记本子，总共大概我所写的没有超过50页。十年，他教给我的方法，这个方法真好，真是妙极了。他教我学活的，不要学死的，这个地方就是这个意思。要能够体会到真正的意思，就像开经记上讲的，愿解如来真实意。意是意在言外，读经是意在字外。般若，般若在金刚般若经的字外面，那个字里头找不到般若，没有般若。所以会看经的，他看这个字外的那个意思，会听经的，听言外之音，那就会有受用，你就真会听了。最怕的是执着名言，名是名相，名词术语，言是言说。名言记录下来就是文字，底下讲，死在句下，那叫读死书，读死书世间人讲叫书呆子。用这个方法来读佛经，就变成佛呆子。真有佛呆子，你问他佛法，他样样都懂，他懂得很多，他就是呆呆的，他不会用，他没有办法把他所学的东西应用在生活上，他不会，他记得很多，就是儒家所讲的记问之学，他记得多没用处，不知道怎么用法。佛法是圆融无碍，那是真的佛法，大乘佛法，华严经的境界，理是无碍，事是无碍，这才能入得进去。死在句下的人是永远没指望，他入不了这个境界。信、解、行、正四事无一不关紧要，这四个字样样都重要。而信解尤为最要，信解是最重要的，因为你不能解，你就不能行。譬如我们常常讲，这个经上讲的，实在讲就是教我们放下。放下是行，为什么放不下？不明放下的道理，放下的道理是看破，也就是说你看不破，所以你放不下，这个一定道理。真正看破了，那个放下不要人说，自然就放下，他再也不会执着。所以一切妄想、分别、执着的根源，就是对于事实真相没看清楚。看破是看清楚，看明白了。对于宇宙人生的真相不明白，不了解，所以才有妄想、分别、执着。因此信解是入门，信解最重要。真正解了之后，没有不肯行的，真正肯行，没有不正果的。十五大论卷五十云：于无生灭诸法实相中，信受通达，无碍不退，名无生忍。大论卷七十三云：的无生法忍菩萨，是名阿秉拔智。华严为八的正无生忍。人王经则在七、八、九地。故言出住正者是分正，八的等正者是圆正。大论卷五十云：般若经上所说的大论，
如果不特别指出来，那就是大制度论，属于般若部的。在法相里面，如果讲大论，那一定是瑜伽师的论。他不标名字，只说一个大论，一定指的是大制度论。大制度论有100卷，这是第50卷里面有这一段文：于无生灭诸法实相中，性受通达，无爱不退，名无生忍。无生法忍这个名词，一般学佛的人都知道，因为我们课诵本回向记里都有花开见佛悟无生，都念得很熟。什么叫无生忍？能讲得出来的人不多，这是大制度论对于无生忍的解释。于无生灭诸法实相中，诸法实相确实没有生灭，实相是真相。我们今天看到一切相有生有灭，动物有生老病死，植物有生住异灭，矿物有成住坏空，这都是生灭相，佛在经上也常讲。佛这个说法是方便说，是随顺众生说。我们知道佛说法，它的大原则是一二谛说法，二谛是真谛、俗谛。真谛是佛自己的境界，完全讲真实的，俗谛是随众生的境界。所以俗谛我们好懂，是我们的常识，我们能理解。真谛往往我们无法接受，不能理解，我们没见到，从来也没听到，除佛之外，过去也没人曾经这种说法。这是佛说法的原则。这一句是依真谛而说的，如来的境界，像《楞严经》上所说的，如来与大菩萨、法身大士，他们的境界。他们所见到的一切法不生不灭，跟我们所见到的完全相反，这才叫一切法的实相。一切法的实相，我们在前面也曾经报告过几次。佛在经上跟我们说，十法界的现象，所谓一弹指有60刹那，一刹那有900生灭。那个生灭的时间，实在讲极短。极短就看不出生灭了，所以说不生不灭。而我们感到这个生灭是一个相续相连续的相，它就变成生灭。譬如我们看电影，用电影的比喻好懂，我们在电影荧幕上看的画面是生灭相，是生灭相续相。那个放映机，那个镜头一开，一张底片放出来了，马上关起来，再打开第二张片子放进去了，因为它速度很快，我们在画面上看到一个动画，它有动作的，我们凡夫看到这个，所以说万法无常，生灭相。诸佛菩萨是看到底片，那个底片一卷拿出来，不生不灭，没有生灭相。他看到是底片，底片是实相，是真相，我们看到荧幕上幻相，不是真的。诸位从这个比喻里面，你细细去体会。但是我们现在的电影是一秒钟镜头开24次。如果照佛在经上跟我们讲的比喻，一弹指60刹那，一刹那900生灭，那是一秒钟2个108000次生灭，那个速度多快？2个108000次，这是真的。你了解之后，真的是没有生灭，你看到底片，不生不灭。佛给你说的事实真相，你相信，你接受，我们现在也相信，也接受。佛讲的我们相信，我们接受。我们是不是证无生法忍？没证。为什么没证？我们没有通达，达是达到这个境界。我们只是听佛这样说，相信佛的话，佛讲的一定是真的，
想想也蛮有道理，用科学的理论能够想得通，也就是说不违背科学的逻辑，能够讲得通的。可是毕竟我们没有能够证得，所以我们现在没有通达。果然信受通达，无碍不退，不退是信心不退，通达是他证明了他入这个境界。佛亲眼看到这个境界，他也亲眼看到。看到什么？看到阿赖耶识的活动状况，这是阿赖耶三系相里面的事情，无明不觉生三系，是这个境界。佛在经上告诉我们，什么人才能够见到阿赖耶的三系相？佛说八的菩萨，七地是远行的，八地是不动地。八的菩萨见到，他见到跟佛所见到的完全相同，所以佛说的他毫无怀疑，完全接受了。这样的菩萨才叫做正无生忍菩萨，我们常讲无生法忍，正无生法忍的菩萨。大论卷七十三云的无生法忍菩萨是名阿秉拔智，这个好，实在是好，给我们证明了《弥陀经》《无量寿经》上给我们讲的那个往生的状况。我们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就是八的菩萨，所以这个法门叫难信之法。通常，这是佛在经上说的，凡夫要以无量劫才能够修满实性。实性菩萨退转，退得很快，退的幅度很大，他会退无量劫才成功，才实性心满，实性心闷之后，那就不退了，位不退，行不退，念不退，正三不退。从正三不退这一天起好办了，那个时间就可以算得出来，不像前面你进进退退，那怎么算法？没法子计算。实性心满正三不退，这个讲的是原教，三不退就可以算了。从这个时候起，修行成佛三大阿僧祇劫。三大阿僧祇劫不是普通讲的，要是普通的那种说法，只要有修行就算的话，我们每个人早都成佛了，那还在这个地方干这些事情吗？经上佛给我们讲的，等于给我们受记的，我们过去生中的修学已经经历无量劫，曾经供养无量无边诸佛如来，这都是无量寿经上讲的，金刚经上也是这么说。要不是累劫的善根，无量劫的善根，今天你怎么可能在这里做两个终点，居士邻隔壁那些邻居他都不来。所以你要晓得，你能够在这里做上两个终点，是无量劫的善根，谈何容易。一定是要证的原教初住，就是证三不退，这个时候开始算起三大阿僧祇劫。第一个阿僧祇劫修满三贤位，十住、十行、十回向。第二个阿僧祇劫修七个位次，从初的到七地。第三个阿僧祇劫修三个位次，八地、九地、十地。无生法忍的菩萨是八的，二个阿僧祇劫闷了，入第三个阿僧祇劫才八的菩萨，正无生法忍。人王经上讲法在七、八、九的。人王经佛把无生法忍分作三品，下品七的菩萨，中品八地，上品九地。十的就不叫无生忍，叫寂灭忍，比无生忍又提升了一级。寂灭忍法云的菩萨是下品，等觉是中品，佛证的是上品。故言初住证者是分证，八的等证者是圆证。我们讲初住，这是把标准放低，
不要定得这么严格，严格的标准是八地。放宽来讲，出住证的少分，所以叫分证。八地是圆证、无生法忍证到圆满。十六，观经书曰：无生忍是出的出住的住，并说者，可见别出的圆出住见地相等，又可见见地不圆者，必至灯的乃圆。是以时的菩萨始终不离念佛也。观经书曰：无生忍是出的出住，这是佛在《观无量寿佛经》上所说的。的住并说者，可见别出的原出住见地相等，经上讲的都一样。又可见见地不圆者，必至灯的乃圆。是以时的菩萨始终不离念佛也。正因为如此，所以我们对于学佛的同学们，他不相信净土法门，他学其他的宗派法门，我们对他们要尊重，要礼敬。为什么？他不明了，我们明了。第一稀有就是无生忍的菩萨，这才真正是第一稀有。他现在不肯念佛，无论他修什么法门，我们尊敬他，我们勉励他，劝他一门深入专精修学，他会有成就的。不过他的路遥远，时间很长，他们的果报最后都是华藏世界，证的原教出住，别教出的都入了华藏世界。在华藏世界修满一个阿僧祇劫，到第二个阿僧祇劫，他在华藏世界就证的原教出的菩萨，就登的了。登的之后，他一定会遇到文殊普贤，普贤菩萨一定十大愿王导归极乐，所以到最后极乐世界我们再见面，我们在极乐世界也资格很老了，老大哥了，是不是？你看他绕好大一圈，到这个时候才来，这是真的。我们马上就到了，他要绕好大一个圈，真的要绕无量劫才绕到西方极乐世界。我们很清楚很明白，讲给他听他不相信，他还要骂人，所以就干脆不讲了。你那个法门很好，你好好的去修吧。七五，名实相。世尊，是实相者则是非相，是故如来说明实相。一，此节经文是解释实相以及何以名为实相之意。是实相则是非相，正是说明其所说的是性，而不是说相。假名为实相，意为性不同相之虚妄，所以名之曰实相。此节经文是解释实相以及何以名为实相之意，科提是名实相，名是说明，说明什么是实相，解释实相，为什么叫它做实相，为什么起这个名字。是实相则是非相，这才把实相真的说出来了，要不用这种巧妙的说法，实相说不出来。实相是空有两边都不住，你说了一个就落实了，就落在一边，两边不住，你从这里面去体会。所以实相不在文字里，你要在文字里找，那就错了，文字里没有。正是说明其所说的是性，而不是说相。假名为实相，实相是真如本性。佛在一切经里面把这一桩事情说了几十个名字。也许有人要问，这一桩事情立一个名字就可以，为什么要立那么多名字，叫我们反而搞不清楚。其实佛是很巧妙的显示实相，叫你知道名是假名，万万不可以执着名字，
执着名字就错了。近代南洋的同修都知道弘一法师，本灵还有弘一大师题的字，在客厅挂着一副对联。弘一大师常常写字送给人，他后面题的名字不一定，随时想个什么名字就提个什么名字，所以后人把他所写的字题的名字统统收集起来，大概有70-80个名字。这70-80种名字都是他，他为什么用这么多名字？就跟词的一样，不要执着名字相，知道是这个人就行了，他叫什么名字都可以，何必要执着？执着就错了，破执着。佛对于一桩事情用许多法相名词，就是教我们破执着的，不要执着名字相，不要执着言说相，要懂他的意思，要体会他的意思，那就对了。这是说法的善巧，这是他高妙之处。我们要懂，说性也不能执着性，说真心也不能执着真心，说真如也不必执着真如。总而言之，晓得他所说的是一切万法的体性，现在哲学名词所说的一切万法的本体，是讲这个东西。所有一切万法都是从它变现出来，说的是这个东西。为什么讲个实相？因为佛既然说相，意味性不同相之虚妄，相是虚妄，相是刹那不住的，它是虚妄的，但是性跟相不一样，性是真实的，它不是虚妄的。性是能变，相是所变。能变的只有一个，它本身不会变，变出来的虚妄相，千变万化，刹那不住。说实相的意思，就是区别跟一切幻相不一样，跟生灭的幻相不相同，所以叫它做实相。我们看到实相这个名称，就晓得它是从体性那一边说的，不是从现相说的。二，须知佛经中一言一名，无不善巧，能使人借此名言，可以从此面打彼面，不至取这一面。性本非相，而能现起一切相，空而不空，此性之所以为真实也。经文是故如来说明实相具，正显此意。须知佛经中一言一名，无不善巧，能使人借此名言，可以从此面打彼面，不至取这一面。会读经的人，会听经的人，他所体会的的确不一样。从前李老师常常教我们，学佛的人头脑要像水晶、琉璃球，透明的、圆圆的，学佛才管用。那个四四方方的木头头脑没有用处，转都转不动的，学佛一定是学呆了。学佛要活泼，要灵巧，看经文法才能体会到里面的妙意，那的确叫意在言外。佛句句话每用一个名词，都可以说是启发我们的悟性。我们为什么不悟？就是李老师讲的，我们用四方木头脑子来学佛，那就不能悟了。这个比喻就是分别执着，我们亏吃在这个地方。分别执着具体显现的，就是我们一般讲的成见。他先有个成见，这个东西麻烦了，换句话说，他已经有个标准，已经有个框框在那个地方，你不合适的，他不接受，这个就没有法子。所以为什么叫你听经？听经是如此，看经也是如此。不但听经看经是如此，你在生活上，在工作上，一切活动里面，都要懂得这个道理，离言说相，离名字相，离心缘相。
离心原相就是决定没有成见，心地干干净净的一尘不染来接受，这才能够触动物门，让你真的开解领悟。一有成见就不行，特别是大乘佛法，最忌讳的就是这一点，万万不可以有成见。闻一知十，举一反三，你就得受用。所以说可以从这一面体会到那一面，这就不着相，透彻了。中国的文字充满了智慧的符号，世界上任何国家民族用的文字都比不上中国文字，这个符号里含着很深的意思。譬如想这个字，一想心里头就有相，心上有个相，一想就有了相。思思就有界限，就有分别，一有分别，你心里就划界限。所以